五十音の書き方、ひらがな。五十音的笔顺写法，平假名。ラ、ラ。ラクダのラ、ラクダ。骆驼，拉这个字是由梁的草书变来的。里。里，リンゴの里，リンゴ。苹果，里这个字是由里的草书变来的。ル。ル、留守番のル、留守番。看家，ル这个字是由留的草书变来的。レ、レ、冷蔵庫のレ、冷蔵庫。冰箱、レ这个字是由里的草书变来的。ろ、ろ、ろうそくのろ、ろうそく。蜡烛，ろ这个字是由铝的草书变来的。哇，哇，ワニのワ。蛙你，鳄鱼，蛙这个字是由禾的草书变来的。哦，哦。手を洗うのお、手を洗う。洗手、お这个字是由遠的草书变来的。嗯。
嗯。うんちの、うん。うんち。便便。嗯，这个字是由"无"的草书变来的。